我比较喜欢猫。喜欢。喜欢猫。温顺。独立。独立。个性。安静。胆小。可爱。懒。性感。不像狗那么黏人，但是感觉又挺冷漠的，对主人。大概买了1000块钱东西吧，猫的攀爬架、厕所、狗粮、猫粮盆什么的，不会花很多，就是正常的那支出就可以。猫粮肯定要买好的，健康方面可能会比较在意，工资比较低，然后但是它的那些需求还是要满足的。一年差不多就不到2000吧，1000多块钱，一个月就100多，非常少了，就一万多吧。买一些进口的零食啊，猫粮，还有就是一些带它去 SPA 然后洗澡，还有一些它玩的玩具，占我一半。我就是喜欢带它出去玩，每周去一次吧。现在猫确实是很热，大家都讲了一个孤独经济，因为都市生活压力比较大，然后大家都需要有一个慰藉的一个东西。然后猫呢是一个陪伴性的伴侣动物，它不会打扰人们的生活，但是呢它又能同时给大家带来安慰，所以大家现在对猫的需求会更多。